现在播报路况信息，由三元桥到国贸方向的路况发生严重交通拥堵，车辆行驶缓慢。走在傍晚六点的国贸立交，心情实在是有些糟糕，不知道前面究竟怎么了，车一直堵到了建国门桥。在这个充满了梦想的城市中，经过了多少欢乐苦恼，日子在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感觉到自己在慢慢变老，有些迷惘，有些泪流，当初的梦想究竟还剩多少，菜鸟也敢上道，从三里屯出来这心里就闹，前面那个妞也直喊直叫，电话那边急了问什么时候到，哎呦我的生命在路上消耗，哎呦要了亲命，国贸哟国贸。哟哟国贸国贸，有些迷惘。